在树下，俯首抬袖弹琵琶，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，吹到了俺家，炊烟一点点升华，山顶落日的彩霞，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笔画。很小时候爷爷教我提笔练习中国画，揉成带杠横平竖直强调神韵的功法，老先生讲墨分五色，不同色调不同的用法，还要配上的丹青而作画。泉中水墨丹青，花瓣落地也有声，青瓷砖瓦白日梦，飞到了另一个时空。我想问老先生，只怕想也没有用，青瓷白色一场梦，消去这情意有谁懂。涉江青刀金瓶声，手法如行云流水，水墨丹青可以雕刻岁月的不停轮回，水墨丹青可以描绘人间的世世代代。女子在树下，俯首抬袖弹琵琶，风吹悠扬琴声慢慢飘动，吹到了俺家，炊烟一点点升华，山顶落日的彩霞，最后落下那一滴才是点睛的笔画。很小的时候爷爷教我提笔练习中国画，如